奏，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二舍离成念。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注中中尊。二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注中中尊。二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注中中尊。请看经本第140页，要141页第一行，从第一行看起，六净土注经中，唯此经背时圆妙，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，以弥陀身念必生之大愿为本，深明三辈往生之因，广摄九界圣凡之众，正贤持名念佛之法，直指往生归元之路，是故此经称为净宗第一经也。下面神念老的注解，我们要把它念下去。更一净土注经之中，唯此经背摄圆妙，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，以弥陀十念毕生之大愿为本，深明三辈往生之因，广摄九界凡圣之众，正显持名念佛之法，直指往生归元之路，是故此经称为净宗第一经也。念老的话意思很深，非常难能可贵，前面他引用观心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本来是佛，现在又作佛，这个意思是事实真相，但是没有人能看见。谁能看见？净宗学人看见了。佛是什么？佛是究竟圆满觉悟的人。
成为佛陀。什么人究竟圆满觉悟了？念佛的人，他确确实实不知道。真正念佛的人，声声佛号都是做佛了。是心，这个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真心就是佛，妄心是九法界。真心是自信的，自信是本觉，这个觉对于十方三世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没有一样不明了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所以佛在哪里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就跟此地所说的世心是佛是一个意思啊，本来是佛。只是众生迷了，把事实真相迷了，而事实真相就在眼前。眼前一念，心愿持名，这就是事先在作福。我们想不想做佛？想啊。怎么做法？这一句佛号在心里头，念念相续，没有迷失，没有间断，这就是在做佛。啊，我们平常知道一念动一个善念，那是在做什么？做三善道。一念是恶，恶念，那是在做三恶道。起心动念是在做，做什么？完全自己负责，自己的心想啊，扩大了整个宇宙，变法界虚空界，无量无边，一切诸法从哪来的？从心想生。心里不想，就是佛境界。心里一有念头起来想的时候，就是十法界。啊，想佛就是作福，想善就是做天人，想恶就是做三途。我们这就完全明白了，设法起一真
庄严，十法界的业因果报从哪里来？从妄想生。我们所有一切的念头都叫妄想啊，没有妄想就没有这些境界，是什么呢？是一真法界啊。经上佛所说的法性身，法性土，或者简单说法身法性，是一不是二。讲法身，从用上讲它现象，讲法性从体上讲，相由心生，法从念起啊，没有念头了，好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看得清楚，法性身，法性土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这是佛眼看大千世界，起心动念了，反复了，啊，动念，念。有善有恶有无记啊，善念三善道，恶念三恶道啊，无记就是非善非恶，说不上善恶，好啊，两边不住，中道不存呢。佛法里头叫做禅定，禅定就在这个境界里头，定久了，念头自然不生了，没有念头了。一片光明，叫大光明藏啊，那就是发现啊，发现没有相，没有思想，也叫真心。现的是什么？一真发现。一真法界里面什么都有，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！真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，一弹指我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，一次32亿8000年。现的相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无量无边的实化现，现这个相。
啊，现象是先做佛了，迷所现的设法界的现象，你迷着哪个界色，你就看到现象出来。啊，有菩萨法界、声闻法界、缘觉法界。啊，往下是凡夫，有天法界。啊，天有欲界天，有色界天，有无色界天。再往下，人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全都看见了。啊，总的一句话来说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这个事实真相就在眼前，我们不认识。如果我们认识，啊，这两句话真的认识了，契入境界了，你就承认佛就是法性，万法也就是法性，法性变现的，变现的关键意识啊，第六意识，它的能量很大，变现出设法界。这一桩事实真相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宇宙里面所有的物质现象都离不开意识，意识能现能变能现，意识没有执着，谁执着？第七识、摩那识执着。换一句话说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啊，起心动念是第六意识，分别执着是第七识。第六识造的业是现象，这个像是假象，不是真相。学佛，希望得到佛法真实受用，那就头一个看破。看破是，就是了解事实真相，完全明白了。看破之后放下，不在万象当中分别执着。这些完全没有，这是阿罗汉的境界。全教菩萨的境界，世心作佛，关键就在这个心字。
我们要认识他。它起作用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频率之高，弥勒菩萨是告诉我们，一弹指，36亿8000年，单位是百千，100个千，这个数量很大了。1秒钟多少次？我们曾经看着经本的文字，把它拼算出来，1秒钟弹指7次，7次等于2240兆，1秒钟，2240兆次的生灭，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这谁知道？化身菩萨知道。所以他在境界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境界有没有？完全在自己。有，记住，是自性在波动的状态。没有。大定当中，化身菩萨所证的自性大定，在定中，其作用跟众生感应。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。感里面无比殊胜的，就是念佛。跟谁感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。我们这个地方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也念我。功夫成熟，语言成熟了，自在往生。什么时候都能走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念佛的心，本来是佛。用心念佛，就是是心作佛。念十善，是升天。念十恶，是无间地狱。一切法在念头里头转呢。我们今天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晓得这个道理，念头要转变的。今天这一段文，在净土诸僧中，唯此经被摄圆妙。
原是圆满，妙是说不出来，想象不到，成为妙啊，妙有啊，啊，真空妙有，非有而有，有而非有，这就妙。啊，这个法门，这部经净土一共有五经，五经一论，佛专讲净土的。净土经里面，这部无量寿经最圆最妙。啊，他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，宗是主要的、重要的，中国文字的意思啊，宗教，什么叫宗教？人类主要的教育，主要的教育是什么？是伦理，是道德，是因果，是圣贤的智慧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这部经，这是释迦世尊圆妙的教学。我们学了之后，要听话，要真干，要把佛所教导的变成我们的生活。我们活在这个境界里面，抓住了宗，抓住了本，本跟宗的一生接近，发菩提心就是发愿求生净土，这个心是无上菩提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生你能成佛，你到极乐世界去成佛了啊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以弥陀生念必生，生念必生是四十八愿里面的第十八愿，这一愿非常重要啊！四十八愿里头单独说哪一愿最重要，第十八愿最重要。我们真正能抓住，你的问题解决了。每一天做佛，你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做佛，念佛的时候就是做佛。真的要记住啊，不念佛你就打妄想，打妄想就造业，业的果报离不开六道轮回，麻烦大了啊！所以我们学佛的同学能够学到这部经，
学到此地不简单，学了几十年了，我相信净土，归心净土，真正认真学习，85岁开始。啊，为什么有这个选择？过去老师提醒过几次，叫我修这个法门，我不着急，年岁还轻，爱好经教，85岁，老人了。知道在这个世界，时间不长。如果不是有把握的法门，自己没有信心的，所以对老师的教诲，完全接受。啊，一心求生净土，万缘放下，希望这一生不再空过了。啊，所以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生念必生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就对了。我们要像此地所说的，生命三辈往生之因，广摄九界凡是凡圣之众。这是帮助我们回向，我们回向给谁？回向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我每天拜佛，最后的三拜就是这个回向。啊，待父母师长，历劫冤亲，其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礼佛三拜求生净土。最后的三拜，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皆发愿：我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、智慧、神通，现在人家能量，得到阿弥陀佛48元加持，能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，很相似，用这个能量去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，跟佛的愿相应了，不是别的佛，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了。啊，这个地方幕后所说的就对上了，真现，持
持名念佛之法，这指往生归元之路。是故此经称为净土第一经。我们读经，读什么经？还需要问人吗？这是净土第一经，不能不知道。净土第一经，也就是遍法界虚空经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第一经。在这经上我们都能找到。念老注解里头说得好，净土注经之中，唯此经备设圆妙，以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为宗，以弥陀生念必生之大愿为本。第十八愿，宗本找到了。生命三辈往生之因，到极乐世界怎么个去法，就在这一句啊，三辈往生，上辈、中辈、下辈，讲得最清楚最明白。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他摄受的众生，九法界甚凡之中，全包了。贵在你能信，你就能得受用。你不能信，还去找这个找那个，信心不足，会把你搞乱了，搞到最后样样都不灵，自己就该转变了。去学其他的法门，去学其他的经典，这是自己智慧不够，对经宗没有真正的认识。一改变，肯定你这一生不能成就。但是这些话我们不能这么说，说了别人听得不高兴，再谤佛谤法谤僧，业越造越深，果报很可怕啊。所以说法什么时候可以说，什么时候不能说啊。这部经我们从头到尾学过四遍，这是第五遍可以说了。话可以说重一点，目的是希望我们深信不疑，信愿持名，求生
净土。啊，有我一份。啊，这就像念老子之前所说的，正信持名念佛之法，直指往生归元之路。这几句话都重要啊！是故此经称为经中第一经。啊，为什么称为第一？说出来了。啊，下面第七个小段。清初彭绍升居士此经善扬者少，是以无善本故。这话说得很正确，没说错。那自古以来，为什么古来高僧大德都提倡阿弥陀经，很少讲到无量寿经？无量寿经原本有五种，翻译不一样啊，所以现在话说没有善本啊，实在是没有善本。莲公老人、下莲居老居士悲之双眼，纵属俱同，这是对老人的称赞，也是谢师啊，老人大慈大悲，悲肯干，别人不干的他来干，悲心，悲还得要有智，你才能干，有悲没有智，你做不到。啊，所以这个老人大慈大悲，纵属俱同，圆融邪密禅境于一心，他同宗同教啊，贤是教，对密来说的显教、密教、禅宗、净土，他一心圆满啊，专弘持名念佛是万德，以此无上宝典饶益当来，乃至前显重新会起，平起万缘，眼观三才，尽坛皆戒，明心固执，高精失意，方清清晨，蒙慧明老和尚印证。啊，慈州法师专讲于济南，并亲为科判。慈老的科判我第一次到北京访问念老，他就把这个课本给我了。那么我们这个经有课本，
根据慈州法师原本更详细的修订修订印在这个本子上，我并不很满意，我也希望后续专攻无量寿经，将来做一个更完美的。可怕，帮助后续慧明老和尚印证，是当时宗门教下都敬仰的大德。我们没有缘，没见过面。慈州法师，台湾有个灿云法师，大家知道，灿云法师跟过慈州，是慈州法师的学生，老法师。在山东济南讲过这部经，下了会稽之后，他做扣判，他讲这部经，没关系，老居士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过这部经，称为善本，念老特别举出这几位大德，用意很清楚，帮助我们增长信心，自己戒行修修，还没有到位呀！举出当时这些大德，还住世在，对这部经称赞，发心弘扬，用什么方法？讲解、教学，非常难得。夏莲宫重新汇集，不容易。用了多少时间？3年。写成，还不断的修订，最后完成作为定本了，也用了10年的时间。没关系，老居士，过去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在大陆亲近这位大德，跟梅老学法相。为师兄，他跟
没老是师生关系。我们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这些故事都是老师教导我们。教学的方法有独到之处，教学成败不在老师，在学生。所以早年我求学的时代，方东美先生就非常感叹，不是不想教啊，真想教啊，没有人肯跟他学。我自己也非常惭愧啊。他把我引入门，我没有跟他学。那个时候年轻，我对于尊师重道做得还不错，所以老师对我特别照顾，为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。最后一个单元，佛经哲学，我从这个地方就入佛门了。别人给我介绍，我不相信。我想学哲学，他是个大哲学家。幕后这个单元，讲佛经哲学，我有疑惑。向老师请教，我说宗教，佛教是宗教，宗教是迷信，它怎么会有哲学？老师告诉我，你还年轻，你不知道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这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。佛教是教育，佛教是哲学，没听说过。大乘经教，就是经典，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句话特别重点。所以我就开始看佛经，似懂非懂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我认识一个蒙古亲王，明梦亲，明亲王。他引荐我见张家大师，所以我读经，经上有问题难题，都向张家大师请教。张家专学佛的，有修，有证，不是一个普通人。所以我跟张家大师三年
我选择的佛法了，专攻了，老师为我介绍了，我三个老师，第二个张家，第三个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跟他十年，完全是经教，讲经教学是跟李老师学的，不容易。那么见李老师，禅云法师、朱金洲两位大德推荐介绍我认识李老师，李老师对我还有话三章。第一句就告诉我，你以前所学的，不管跟谁学的，跟方先生、张杰老师，他都不承认。你要跟我学，从头学起。以前那些老师教给你的要作废，从今天起一切听我的，这第一条。第二条，从今天起你看文字，不管是看经书还是一般的书籍，没有经过我同意不准看。第三个，台中也是大城市，有一些大德居士法师到台中来讲经，讲开示不准听，换一句话说，只能听他一个人的。老师说，你能接受我留你，不能接受另请高明。我接受了，三个月就有了效果，心清净。为什么？不让你看，不让你听，不让你去想，老老实实一门深入。所以我在台中学习的进度很快，学阿含里面的小部件，差不多一个月学一部。所以没有出家之前，我在台中住时一年三个月学了13部经，没有感到困难，每一部经都能上台，还讲得不错，信心增长了。翻过头来再看佛学院，知道有问题。上佛学院念三年，毕业了，一部经都不能讲。我在台中的进度，一天一个月一部，十年当中，我学了30多部经典。在老师的麾下，多半都是一个月一部，进度快呀，学得欢喜。宗门教下贤教密教，无比殊胜，
所说的圆妙的大经是哪一部？我在此地加强语气，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太难得了，大家要多读啊，你才真正能悟入，明白了。你不多读不行啊，多读有什么用处？把你的妄想念掉，把你的杂念念掉，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，真诚恭敬心念出来，然后入佛法，自然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李老师给我约法三章，帮助我清除垃圾，完全清除掉了，来接受他的教诲。他好教我，道理在此地。现在找这样的老师找不到了，我要想找这样的学生也找不到，不容易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一段还没讲完，下一堂课我们再续讲。今天就说到此地，谢谢大家啊，农历年快到了，祝福大家农历年啊，我们学佛的同学对于信愿持名都要有进步啊，都要有长进。谢谢大家。